大家好，周末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佛罗里达居然可以买到桂花树，我们欣喜不已，一通的寻找，最终还是在我们经常光顾购买果树和植物的老先生那里找到了。走进他的卖场，首先就被这只颜值相当高的走地鸡和一棵花满枝头的芒果树吸引住了。这棵芒果树是他自己养护不卖的，他告诉我，去年秋天的时候，这棵芒果树结了15个果。今年结果的时候，如果我去他那里的话，他会摘下来给我尝尝。桂花树通常有4种品种，分别是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我这盆桂花树开花的颜色是乳白色的，这一加仑的桂花树放在车上，满车都是香味儿。我猜它是银桂，因为四季桂的香味并不是很浓烈。快过年了，我们在那里还看到了非常喜庆的龙船花，我把它买回来准备种植在我们家的狐狸尾巴棕榈树周边。龙船花是一种能够辟邪纳福、保家庭安康的吉祥植物。种植好之后，是不是有一种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感觉？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您为我点赞，并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你在下方留言，我会尽快的回复你。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